对于一个想打职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舞台。是的，蔡平呢？打得好的话肯定有一堆队伍就是会从这个地方去找选手啊。是的，你就是这样被找到的嘛。所以呢，这个对于就是想要打电竞的年轻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管道。你有想过最后会加入职业战队吗？也一开始是没有想，可是后来环境就越来越往电竞环境越来越好。是的，也算是圆梦了啦。你们对于想要加入职业舞台的，或者是想要打六都电竞争霸战的选手们，你们有什么给他们建议吗？平常心，发挥自己最大的实力，表现自己。好的，蔡平呢？相信自己做得到吧。